啊，对对对对，诶，就是讲吼，诶，比如话队长邀请我来分享吼，啊，我就咧想讲要咧分享啥物，啊，拄好讲有一天吼，甲我牧师娘去踅街的时阵，啊，去迄个青梅，啊，去踅街的时阵，看到迄个流浪猫、流浪狗，啊，在认养，啊，所以我咧看到这个时阵，啊，拄着无贵贵价。听到同学书，也是讲听到咱提纲到有讲，就是讲伫外国有一个算是做研究的是学家啦。伊有写过一本册，可能咱有听过，就是讲迄个猫狗神学。可能咱有听过，就是猫啊个狗啊个神学。啊，为什么猫狗还有神学可以分呢？这真正就是讲太奇怪。啊，神学拢是应该对生命来啊，为什么对动物、甚至对猫、对狗啊，会当好着神学？因为这就是讲，伊对动物甲人的互动来内底，看到一个真趣味的代志，就是讲吼，那伫厝内底有饲狗啊的人吼，通常吼，迄个狗啊安那就听主人的话啦。哦，就是讲咱有时着看一款影片啦，还是讲即马。少年人做旅游，就是讲爱将因的生活，也是讲将因的迄个宠物的迄个生活拢翕起来，拢放伫网网络顶块。啊，伫这个过程当中，拢看到，那饲狗仔的人吼，哎呀，这狗仔就乖，就爱听主人的话。哦，嘛捌看过，可能咱有听过，有一个人外国的人，伊饲迄只狗仔，食饭之前安怎带迄只狗仔来祈祷？哦，你看过吗？对无？好，食饭真正爱祈祷，啊无祈祷，唔敢食饭，啊就安尼饲到大，所以迄只狗就乖。我们就甲食饭真正帮忙祈祷，啊主人来随做祈祷。哦，所以咱伫这过程当中，咱知影讲，狗仔甲主人的关系是真亲密。而且，咱有时阵听到一挂迄个，无论是有饲过动物的啦，还是讲咱遮个读许兽医的，或者人拢是狗仔吼，因看到你是啥物，你是伊的全世界。看到主人就是讲，你主人是伊的全世界，就是讲伊的目睭内底只有主人，心中的只有主人。所以主人安那摸摸头啊，摸身躯，摸迄个啊，摸摸脚腿啊，安那拢真欢喜。哦，你摸迄个肚子，我就很开心嘛。所以狗啊吼，就是讲你全身骨拢在摸，哦，全身都可以摸透透，你想摸哪边都摸没有问题，为什么？伊就欢喜。然后这是主人对我的耳朵，这是主人对我的疼。所以这是伊讲对狗仔内底看到的一个迄个特性啊。啊，是另外一只猫仔咧，我无共款哦。讲咱有时阵讲吼，这我饲狗变成讲你是狗主人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若饲猫仔是变啥物？猫奴。猫仔的萝卜。哦，因为因讲吼，猫仔因有一种那种骄傲啦，那种傲娇，就是讲吼，就是讲吼，你爱帮我做代志啦。哦，虽讲你是咧饲我，但是应该是讲我是你的主人，是我叫你饲我安尼意思。哦，所以吼，我家己嘛是咧饲啊，所以我嘛是猫主人，猫奴，我嘛是猫奴。哦，所以你想要摸伊的时阵，安那不给你摸呢，嘛爱发心情呢。哦，你若坐伫遐，我咧用电脑的时阵哦，你嘛不管你在做什么事，就直接坐在你的电脑上面，他不给你做事情。然后你想摸它，但是你喜不喜欢学会水花生？然后想摸它，说安那又不给你摸，哦，就你知道，就迄个心情来讲，就感觉讲，奇怪，这猫为什么看到排挤，为什么看到麻烦啊？有种不知到底伊在想啥，啊来亲近你，啊就讲亲近你是为啥？亲像讲阿要亲像讲我爱特点心来食啦，啊是讲巴肚枵想食物件啦，啊是讲你爱替我做代志，我的猫砂内底拢是迄个尿尿大便哦，你爱清一下，那无我袂当用啦。哦，所以变作讲吼，因拢讲吼，若饲猫的时阵吼，拢讲你是猫奴啦，哦你是猫奴，你做猫很努力啦。哦，所以狗主人跟猫奴这两个无共款呢。狗主人是安怎？伊的目睭当中你是全世界。但是你猫的当中怎么样？我是你的全世界啦，你知这意思无？你狗的目睭当中，人主人是伊的全世界，但是猫的目睭当中安那，我是你的全世界，所以你爱听我的话啦。哦，这是迄个先啊，甲伊小可做一块咱生活中的研究。但是讲吼，伊从这个物件嘛，藏伫咱的生活内底。安尼，咱就爱问啊，咱甲上帝的关系，吼，咱甲上帝的关系，咱是猫的还是狗的？咱若是亲像狗仔共安尼共款，看到主人的时阵，你是我的全世界，你是我的全部。安
咱看上帝的时阵，是不是安尼？有时伊嘛在安尼想咯，讲诶，你呐，咱的生活、咱的信用是不是安尼？看到上帝是不是讲，伊是有咱的全部，伊是咱的全世界，伊是咱生命中的一切，是就靠咱看，主人就是生命中的一切，还是听我的？欸，你爱听我的话啊！我即马有需要，你爱帮咱啊！我即马迄个要处理一下，你听我的话啊，处理一下好无？有时阵，咱的心态会像着迄个狗仔是怎样快？有时阵会变，我会讲实在，有时阵会变。有时阵咱就听上帝的话，但有时阵安怎？上帝爱听我的话。有时阵咱祈祷嘛是安尼的，别个时阵就急个时安怎？上帝你爱听我的话，来赶紧处理这即个代志，若无处理好的时阵，我直接歹过。所以，即个神啊，到就安尼分享讲，其实讲较简单哦，咱有时阵咱人的心就。你用这个猫狗神学吼，来发现出咱甲上帝关系啦。所以不是讲用这运动来好像要给咱的压力，就是讲听看麦轻松一下吼，咱谈到唱歌，你心里就学得住。啊，即马听到一寡动物的，对动物的角度来看，是看上帝、看信用的一个角度，无咱会当来去有无同款的角度来看咱家己的信用。来思想看卖，到底上的是阮的全部，还是安那？还是到底上的是咱所看到的全部，咱信仰的全部，还是讲上帝爱听咱的全部？所以这是两个无同款的角度。所以用这个短短的分享来甲大家短短的讯息来甲大家分享，唔盲讲吼，咱的性命安那会当亲像狗同款啊。但是吼，我即摆伫咱阮厝咧饲一只猫的时阵吼，我感觉吼，我才是主人啊。我在这租人了哈，你不乖其实还是爱干哈，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租人了哈，他们现在租好，我希望大家就分享到这里为止啊，谢谢大家。